请求我特别想要租这间房子。哦，怪不得中介这一阵子老打电话给我，你就是那个求租客。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房子我不租。不是，我是真心实意的想要租这间房子的。那边那么多套房，为什么非得租我这间啊？我，你如果理由充分。 我可以考虑的。实不相瞒，我家在几百年前有一个藏宝地图啊。藏宝地图啊！我把那个藏宝图和现在的地图一对照，那个藏宝的地点很有可能就在这儿。那找到了这个宝藏，是不是也得分我一份？那可不行。 那必须有我们的家族血脉才能拥有，不然你就会倒大霉。哦，那我还得感谢你救了我一命吗？嗯。继续。其实还有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，在民国初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的曾祖父爱上了一个女人，这个女人是个妖精，她们有一个悲惨的结局，对吧？这部剧我上周刚看过。我实话跟你说吧。 你看看，这不是我家吗？这是我小时候画的画。画的画？你等等，我跟你讲。其实，小的时候，我们一家四口挤在一个很小的房子里面。 那个时候，我妈老怪我爸爸没有能力，让我们住上更大更好的房子，所以，我跟我爸爸一起画了这样的画。这就是我们梦想中的家。梦想中的家，嗯，这儿。嗯，有一天我经过你这儿，我就发现，这个地方跟我想象中的家一模一样。在我梦想中的家也是这样的。 院子里有一片绿植，然后呢，春天种海棠，夏天种茉莉，秋天种桂花，冬天种梅花，再养一只小猫或者一只小狗，然后一打开窗，就是一望无际的天空。最主要的呢，房间里面都有白白的云朵，然后地上呢，长满了金色的稻穗。 就像是住在了云端里面一样，然后还要有一面白墙，可以自由自在的创作，就像那样。这幅画跟洛丽的手法不一样哎，我觉得这幅画很有生命力。 很炙热，而且不同层次的蓝色，感觉有很多故事要说。那幅画是整个家里最没有价值的一幅。最不值钱。因为那是我画的。
我真的很想租这个房子，而且我已经存了一些钱，可以付这半年的房租，而且我以后每个月都会定期存钱，一定会按时交房租的。您能租给我吗？其实租给你呢也不是不行，你答应租给我了，但是你要帮我做一件事情。别说一件事，一百件事情我都替你做。说实话，是不是你在背后诅咒他？我每天都想 diss 他一万遍，可这次我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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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我还以为只要不在背后诅咒他，时间就能恢复正常。哎呀，这个游戏简直是越来越有意思了！我必须得尽快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不然就被困在时间里了。强迫症呀，强迫症，没得救呀，没得救。下有小的呀！行了行了，先别编了啊！你告诉我，这是不是你打碎了又把它扶正原位的？不是，不是的呀，不是的。还不承认是不是？哎，怎么了？哎呀，白总监啊，是这样的，这员工呢，这个笨手笨脚的把这花瓶打碎了，这刚扶起来，你看，啊，是不是你？不是，不是。这花瓶不是他打碎的吧？这肯定是他打碎的。我来做一个简单的物理学分析。请看，花瓶的碎片以花瓶的摆放位置为圆心，向四周不规则的呈散射状分布，说明它受的力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力。从碎片的破碎程度上来说，它是在短时间内受到一个极大的冲击力，这个力度相当于这位清洁工使出毕生功力，全力挥出一记全雷打。我相信他没有这个实力，所以首先要排除清洁工的嫌疑。白总监，你这什么道理吗？这从天而降道理行不通啊！我跟你说，这道理问题是你是怎么着？就是。装满水的水气球炸弹从很高的楼层掉下来砸到花瓶，是可能造成这种情况。小屁孩，高空坠物很危险的，知道吗？天降实锤，每年因为高空坠物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不计其数。一个物业经理，这危险的行为你不去管，在这教训一个兢兢业业的清洁工，道歉。对不起。大声点，鞠躬九十度。对不起，陶大姐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
谢谢你，谢谢，行了。之前就害我丢了工作，跳槽到这还冤家路窄，自以为是，都管闲事的家伙，去死吧你！ 诅咒霸王鹅也会死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只要他作死，我就会被循环。我怎么感觉整的是我呀？不是霸王鹅。李露多，你讨厌白真相，可是老天爷讨厌你呀。这个游戏啊，修理的不是他，是你。你现在可是天选之女，你别啰嗦了，不啰嗦就不啰嗦了。我看你在这辈子里啊，能躲一辈子吗？ 霍霍答应租我房子的事情，我得存档。阿姨。 过来帮我搬一下吗？哎，好，谢谢啊。为什么要动这个呀？我等会儿跟您说。来，一二。哎，来来来，谁让你乱摆位置的？摆回来，摆回来。那个，我等会儿跟您说。大哥，您能往前两步吗？干嘛呀？走，一。怎么了？再往前小半步。 有事说事儿，再往前小半步。啊，退半步。你啊，站在那个叉上面。干嘛呀？到底站好了。啊，说吧。一、二、三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 这么自恋，白总监，我是来救你的。不行，我是来跟你道歉的。 我找白总监。哦，我哥呀，屋里呢。我叫白无缺，是他弟弟。哦，李露多。欢迎欢迎欢迎，请进。哎，你相信星盘吗？我不太信。哦，等我一下。你怎么不会信这个呢？快坐快坐快坐。我跟你说啊，星盘这个东西妙啊。 它不仅可以算你的恋爱运势、你的身体情况、你的家庭。你为什么擅自使用我的毛巾？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
我有事儿跟你说。我哥，我懂，我懂，我懂。擅自把外人带进家门，没有规矩。我，难道我会让美女站在门口不进来吗？我是来请教您指导道歉信的。修改意见看不懂啊？还要我面对面说？什么意思？鞠躬。我知道鞠躬什么意思。白总监，我经过反思，痛定思痛，我觉得我存在很大很大的问题，我对您的工作造成了困扰，对公司造成了严重的伤害，我想让您对我进行批评和指导。您是总监，您的思维高度有这么高，请您指导我。还有这种操作，主动上门求批文。回去，走。把毛巾洗。传道授业解惑，是霸王鹅最爱的道士三件套。只要抛出这个话头，肯定可以杀死大量时间。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，我就大发慈悲的指导你一下。第一，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喜欢自欺欺人，自以为是善良，其实是讨好所有人。自己不记一下吗？记。自以为是随性，其实是毫无主见，对自己要求低。明明可以做到100分，为什么要做60分？工作中应该力求极致，而不是及格。第二，总是做一些不属于自己的工作，为什么要帮其他人分担压力？团队作战，各司其职，谁没有自己的事情？做老好人。不仅损耗自己，而且助长同事的惰性，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反而会降低。是。第三，尽情的说吧，多说一点就多耗一点时间。距离零点还有10个小时，开动脑筋，想出20个能让霸王牛无法停止的演讲话题吧。知道了。知道了。看似是小事，但其实很重要。第几条了？38条了，白老师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水。哦，水。你嗓子怎么了？哦，水。做个小总结吧，李老东，坚持自己想做的事有这么难吗？还要靠欺骗家人来换取信任吗？讨好型人格容易陷入自我牺牲的感动之中，而结局往往是负荷过重，毁掉一切。人如果不能坚持自己所想，草履虫一般。什么？草履虫一般。哦，怎么所有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就格外难听呢？先这样吧。哎，白老师，我希望你对我的批评再严厉一点，我保证不会生气的。你那个拍照的水平啊，确实有待提高。嗯。选品会呢，你拍的照片都被我 hacks 掉了。嗯，拍照这个东西不仅有滤镜和调色，还有构图和光线。嗯，你的形象差点，很正常，那无所谓。但是你糟糕的审美直接影响整个产品部的形象。白总监，您说的对，我一定会改正。但是我想问您，您怎么想出来懒人美食这种别出心裁的方案的？嗯，这个开会不是讲过了吗？我想再听一次。好。Bingo！ 李如东干得漂亮。李如东，12点一过就是胜利。小不忍则乱大谋，记住了，记住了。白老师，您在国外有很多辉煌战绩，我想采访您，为什么要回国发展？哦，你对我的过去很感兴趣。白老师的人生经验分享出来就是全人民的财富啊，哪怕只学到一成也能终身受益。我觉得您应该开一门课程，名字我都替您想好了，就叫白轩。要从我18岁那年说起。后来呢，我就成为了你们这帮废物的总监。就这样了。走，别那个白老师，我还欠你一个道歉呢。小的时候，小时候，你们小时候就认识？他说的小时候，
是我们下一期选品的主题，对吧？是。回忆童年的味道，刺激复古消费，这都属于商业机密，外面不要瞎说。我知道错了，白总监。你终于知道错了。回去好好把道歉信改一下。哎，白总监，你先别走。干什么？我为了感谢您，我决定做一顿祖传秘制大餐给你们尝尝。你还会做饭？我爸爸。你爸怎么了？我爸爸，我爷爷的爸爸，爷爷的爸爸，不对，爷爷的爸爸。嗯。是清朝御膳大厨。所以我们一家都会做菜。好啊，我正想点外卖呢，你做大餐我求之不得呀。怎么样哥，不必了。最近每天都在吃外卖，我都快吃吐了。你就让陆多小姐姐施展施展手艺吧。我的阅读时间到了，把厨房原封不动的还给我。记住，你只有一个小时。喂，小丽。没有啊，我在家呢。哎呀，我今天肯定是没空了。哎呀，我过几天再好好补偿你嘛。我肯定是最爱你的啦，要乖哦，宝贝。嗯啊。没事人影，谁让你留下他展示厨艺的？我这是在帮你创造机会啊，你还不得好好谢谢我？什么机会？白总，自打我在娘胎里认识你，我就没见过任何的雌性生物在你的房子里出现过。李路多打破了零的记录，你这棵千年铁树终于要开花了。我开花也是要看对象的。那他怎么不打招呼就来找你，还面带微笑的听你絮了他整个一下午？正常人不可能这么自然。我也觉得他今天怪怪的。别瞒了，你俩到底什么关系？我跟他之间是一种不稳定的上下级关系，我随时会开除他。李路多，做饭？你要做饭？这不是自寻死路吗？你上次做饭在厨房，我想想啊，煮鸡蛋，结果鸡蛋炸了，锅也坏了。没错没错，我就是传说中的厨房杀手。李路多，连这做饭都出来了，我可等着看好戏啦。你说我点个外卖，李路多，你一点道德都没有了，你有点羞耻心吗？这都是些水和水果，这人日子怎么过的呀？
就是没有道德，就是没有羞耻心。宫保鸡丁，清蒸鲈鱼，大家先来一份。小炒黄牛肉，喂，外送员。哦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到了这个地址，千万不要走正门，你从那个后门，然后走那个安全梯上来，然后这个门禁呢，我替你打开了。哦，我就在这接你啊。哦，好，谢谢。您的外卖，谢谢。我的厨房是不是原封不动？如果不是要坐牢的话，真应该杀了你。白总监，那个饭马上就好。白总监，我自己来吧。总监，你会做饭？我堂堂一个管理我们这些废物的总监，怎么可能不会做饭呢？是这个意思。哇，白总监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与我的厨房保持距离，安静。就不相信一个没血没肉的人能做出什么美食来。当年我在国外读书的时候，在中餐厅打工，边学边做，边做边学，悟性太高，越做越好，把厨师气跑了。没错，我哥平时可是不轻易下厨，今天要不是你来了，我都没机会一饱口福。那可不是，要是没点厨艺，怎么好意思做生鲜电商？李路总，好好反省自己。我吃完饭就好好反省自己。反省之后抓紧走。走？还有六个小时呢。什么六个小时？没什么，吃饭，吃饭。谢谢你啊，陆多。怎么说呀？你是第一个来到这个家的，我哥哥的朋友。第一个？对啊。那他其他的朋友呢？他没有朋友。听说小学一年级的时候，有个同学想抄他作业，说什么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，非要把人家给教会了，结果把人吓跑了，他自己也被气够呛。注意，划重点啊，这可是小学一年级。那他不会因为这件事受打击，所以以后都没有交朋友吧？后来呢，还听说有一个小妹妹特别喜欢欺负他，他那个时候啊又胖又爱哭，他被欺负了还不敢还手。后来他偷偷跟我妈说，其实他不是不敢还手，他只是怕还了手之后人家小妹妹就再也不找他玩了。天哪，他说的这个小妹妹不会就是我吧？再后来他就上高中了，变瘦变帅了，学习成绩又好，自然少不了女生来找他问题目。谁都能看出来人家对他有意思，他愣是看不出来，光埋头交替。人家女生撒娇说：“哥哥，我不会。”我哥就骂人家愚不可及，最后把人骂跑了。这像他能干出来的事。总之啊，我哥在这个人类社交活动层面上，简直就是灾难级别的存在。你们做他的下属，肯定很辛苦吧？你当他的弟弟，更辛苦。
在这点上，我们俩同病相怜。同病相怜。什么同病相怜？我去洗碗。我要回房间。仔细洗，碗的边沿，碗的内部也要洗啊，外部内部都要洗啊。白总监，谁做你的老婆呢，都会在你的光辉形象下自惭形秽，我觉得没有人会挑战这个角色。你这个想法很危险，夫妻之间是平等互助的关系。虽然我确实太优秀了，一定会给对方造成太大的心理压力。这个千万不能摔。没关系，打碎了我还您一打的。你爸是赔不起。为什么呀？这是奥地利买的，据说有100多年历史了。买不到了。陆多姐，你是不是有很多闺蜜？而且还是那种长得特别好看的闺蜜？还不懂吗？我难道我还不够优秀？哎，不理他。好看吗？我妈。我们兄弟俩优秀基因的来源。那为什么放了一张损坏的照片啊？因为这张照片是我哥哥认为最能体现我妈妈神韵的一张。看起来是一个很温柔的女人。来，喜欢哪一个？小妹妹，给你的。没事儿，这是阿姨送给你的。嗯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其实我很羡慕你们能和妈妈有这么好的关系。你该不会就是传说中欺负我哥的那个小妹妹吧？李路东，怎么还没走？那个，我突然觉得有点晕，是不是喝多了？我怎么觉得我得休息一会儿啊？休息呀！你还给他喝酒？没有啊。李路多，你一个女孩子三更半夜躺在男人的沙发上成何体统？要在这过夜啊？哎，白总，人家小姐姐喝多了，你不要不解风情啊。等一下。什么不解风情？干嘛？扑上。我先回房间了，你好好努力。
我醒了，白总监，我先走了。莫名其妙。下周我去找你。Yes。白总监，是宣品哪里不行吗？你觉得有哪里行？我们现在的供应商没有办法提供到符合品控的食材了，所以你就降低要求来欺骗消费者？不是的，我这次的选品完全是另外一个思路。我们这款产品选了樱桃、草莓、杨桃，然后在食材的搭配上和包装上都做到了颜值的最大化，在口感相当的情况下，大多数的消费者都会选择更美观的产品。就算口感相差比较大的话，仍然会有25.6%的消费者会选择更好看的产品的。所以这款产品，我是希望大家可以拍照发到社交圈上，让它成为爆品。还有呢？还有就是这款产品的含糖量比其他的产品要低5%左右，这个对于颜值这么在意的人来说，对身材也是在意的，它更健康、更减肥啊。所以我是想说，这群消费者的话会很喜欢这个产品的。这完全就是欺诈行为。欺诈？口感不好，不是因为含糖量低，而是食材的品质不好。你刚才的方案，无论是通过包装细腔，还是侧重低热量的健康概念，本质上都是在掩盖品质的不足。更何况产品的热量并不低。这对于想要减肥的消费者来说，不是欺诈。我的热量表清清楚楚地写在了包装上，这算欺诈的话，那算消费者自我欺诈，他假装自己在减肥。诱导型欺诈。举个例子，比如说一个人长得并不好看，他通过整容改头换面，但是他刻意隐瞒结婚对象，结果生的孩子颜值大相径庭。整容没有错，是个人选择，但对于另一方来说，算不算欺诈呢？你是在嘲讽我医美吧？嗯，什么意思？我在聊工作，为什么要嘲讽你？这根本就不是一个事儿，好吗？而且，不是每个人结婚都是奔着生子去的。我在强调告知的必要性。确实不是所有人结婚都是为了生孩子，但是不能排除有一些人，就是想找颜值高的人来改善家族基因。就像我们的消费者，他们冲着减肥来买产品。结果产品却不减肥，他会怎么想？无论做人还是做产品，都要坦诚相待，绝不能做欺骗消费者的事情。哎呀，别生气了，霸王鹅就是这么个人，你跟他见识什么呀？是吧？不气了啊！我就想问问，又得品控好，又得价格低，还得有创意。啥好事都让他占了呗，为了这个创意，法令纹都熬出来了，不领情也就算了吧，还拿我医美的事来说事。医美怎么了？是吧？现在女孩做做医美多正常啊，你开心我快乐是吧？关他什么事儿啊？你干嘛跟那只鹅计较什么呀？别生气了。这怎么就算欺诈了？你们评评理，上纲上线的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啊，你今天说这产品非常切中我的需求。我一个人就要订10000份，还10000份呢，就我们这点工资。也是，要不是为了工资，我早就当美 master。怎么还不去死？去死吧！今天必须死！白真相这个乌龟王八蛋怎么还不去？是穿越时空，就你一万
色的力量。镌刻着一道墙，一座城的时光，不经意的试图的眼光，还有忍不住的感伤，又看到雨后的彩虹，想起那是你的笑容。别害怕前方的路途，只要一步一步就能靠近爱的真相。躲不开的那个世界会怎样，原来念念不慌总有回响，擦不掉的那些过往会怎样，那是穿越时空抵挡就你一万次的力量。躲不开的那个世界会怎样，原来念念不慌总有回响，擦不掉的那些过往会怎样，就算记忆开始流浪，还是一样倔强。